你是不是早就有从你家走路三分钟就能到 CIQ 和 RTS 的项目？你看过了很多观察台北的公寓，没有单位了又没有喜欢的，那你要赶紧了解这个最新项目了。这里全约是最靠近、最靠近、最靠近 RTS 的关卡的项目了。而且月工资从马币1000起，核心币500多起，而且这边走路就可以到 GBTC 还有 City Square 了。楼下商场不只有餐厅和火锅店。走路也能去到波迪最出名的美食街。Nice。附近具有 Papi Pan Tower、各大政府部门，还有龙佛府庙。你家旁边还有贝拉亚 Tower， 还有 KTV Tower。在公寓的第36楼，还会建一个天桥，直通这两个 Tower。到时你的公寓就会建在这两个 Tower 的中间。未来你家楼下就有这两个桥，能直接走路直通 RTS 和 CIQ。哇、wow！这里有三种房款哦，最低从410000起而已。发展商已经做好了厨房壁橱和灯，还有送你抽油烟机、灶炉、衣柜和冷气机。住在这里再也不用担心关卡塞车、上班迟到了。你不必在新加坡租房间，拥有自己的房子，投资这里经营 Airbnb 肯定赚到爆炸。不管是自己住还是投资，这里都是很好的选择。走路就能解决一日三餐，又有大型的购物商场、政府部门、医疗部门等等，基本上走路就能满足你的生活需求。地点那么好，还是有酒店去。现在买的话还有专场优惠哦，欢迎来看我们的示范物，想由我们专业的 Property Consultant 来了解更多。谢谢。